我们拍卖什么样的东西，运用什么样子的文字的时候，有可能会被贵部的相关单位盯上，这个也需要知道。那如果真的都是没事逛拍卖网站刚好看到，我想人民会不会相信？这个也要保证。我起码我干部长我所了解的，我们没有这些系统，也没有那么庞大的人力。可是我刚跟您说明了，我们针对网络上或媒体上对国防事务上的一些比较在讨论的多的事情，或者说一些我们看到的事情，我们会去表示了解。好，我了解，我期待您的第二份的报告，谢谢，谢谢部长。好，我们下一位请罗志正罗委员。可不可以请高部长跟谢次长？主席，谢谢。罗委员好。部长，我真的不了解哈，3000块可以解决的事情可以搞那么大？我们如果县直部的同仁或政战局的同仁花3000块把那文件买回来，看看文件内容就知道不会有这么大的事情出来。部长，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全国震惊，社会哗然，甚至还有国际媒体在会？